四个爱豆是如何前进的？我这张卡我还是选择给何长熙，这个也是一个鼓励吧。好，谢谢导演。倒数第三名，马伯骞，恭喜小马。倒数第二名获得了158票的丁程鑫，就是帮助后进的年轻演员获得真正的进步。所以我这张 S 卡给陈佑维，恭喜陈佑维。